的雨水加上少部分的海水啊。去年的这个时候，百花都已经凋谢凋谢的，百花朵都已经一年气候怪怪了。啊，说是暖冬，结果冬天冷得要死哦，全台湾拢滴热死，不知道你们桃园有没有下？有。有啊。我问过，大概只有三十多名在没有下。来这边吹海风啦，看石头啦，看山啦，看草啦，看花啦。龟山岛里的内湖，龟山岛里面的内湖啊，对，这是内湖哦，港口，内湖啊，啊，这边是往乌龟的尾巴走了，从这条路直直去是乌龟的尾巴。哎呀，哦，要往那边走了，阳明乡街啦，往那边走，来那边哦，吃风放屁啦，来这里吃海风放屁呀、啊，嘿，我的衣服湿掉又干了。这啊，阳明啊，真卡爽啊！来这看山看海啦。这龟山岛的内海，你看。哎呦，这什么指标啊？军事坑道啊，南岸码头啊。哦，这位姑娘也跑来这边啦、啊！哎呀，这位姑娘啊，谁会俺讲哦？哦，赶快抓美景哦，不要错过哦！哎呀，百合，随风摇曳着，绽放着生命的花朵。我们瞧来瞧去，还是瞧到龟山岛。啊，快点！嗯，好，往里面走。
我的影片五分钟啦、哦、要放在 YouTube 啦、哦嗯、不要做太短啦，不太长也不好，那太长太长没耐心看。对对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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对这里是部队营区啊。